上海工程技术大学管理学院作为学校专业和学生数最多的学院，是上海最早开设管理专业的高校之一。其成立与改革开放同年，历经成长与发展。以上海之根的松江、广富林深厚底蕴文化为依托，贯彻时任上海市市长江泽民提出的为振兴上海培养更多的工程技术和管理人才的宗旨，以建立全国一流的应用型特色管理学院为目标，紧贴社会需求，瞄准发展趋势，为国家培养了一大批杰出的管理人才。学院紧随国家发展目标，自建院以来向社会输送了大批素质优良、精于管理的本科以及硕士生，受到用人单位的好评。近些年毕业生就业率始终保持在98%以上，毕业去向主要有世界500强企业、大型国企、事业单位、公务员、国内外升学等。行业分布主要有大型制造业、知名金融机构、政府机构、教育等行业。人才培养的各种可比性质量指标始终处于上海市同类高校领先地位。学院组建了23个教学团队，自学生入学开始，学院为每一位同学配备本科生导师，导师分析每一位学生的性格特征，发掘学生的兴趣潜能，并由经验丰富、专业理论扎实的辅导老师为学生的职业生涯规划、职业素质培养等提供个性化、连续性的科学指导和帮助。自建院至今，学院培养学生遍布世界各地，校友资源丰富，既有伴随改革开放成长发展的年富力强的政府机构领导、大型国企的负责人、创业成功的基金公司董事长，也有创业出现成效的90后，也有奉献奋斗在西藏、新疆等地的95后西部计划志愿者。校友们在各个岗位上创造斐然成绩，为学院学子们打开广阔就业之门。依托独有资源优势，学院定期邀请管理学领域的著名专家、学者和政府人士到校举办讲座，拓展学生视野，激发学生内在动力。欢迎各位考生报考上海工程技术大学管理学院，一起乘风破浪，一起勇敢追梦。